大家好。咁咧，今日咧我就会同大家一齐拍一个系 Minecraft 嘅新嘅一个 world 啦。咁咧佢个名咧就会叫做 Boyfriend 啊。咁大家都听到呢首歌系 Boyfriend 唱的。都是阿雅，咁咧，我就會整平地啦。咁大家等一陣，係啦。咁之後咧就用 cobblestone， 咁之後咧等一陣啊，咁我就會。我就會用羊毛去整用地氈羊毛地氈係啦，之後再要紅色，咁咧飛啦，咁首先咧就整咗E 同 F。咁或者我遲啲咧會開一個係少女時代嘅一個 world， 即係係咯。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啊！係啦，咁之後咧個邊邊咧就可以用一個咩？卡尺去整，系 pink 嘅地毡，咁其实咧，我喺 boyfriend 里边咧，我最中意嘅系我最中意系 mingu。咁同埋阿 Yang Ming 啦，同埋阿同埋光文啦，系影文、光文同埋咩物？文，我唔记得咗你写嘅字，咁就系啦。妈呀！咁呢首歌大家都听到咧，呢首歌就叫阿雅啦，咁大家可以 search 嘅，咁希望你哋会中意嗰首歌。OK， 咁就呢 ，Oops， 哦，吓死我。咁呢首歌就係 Love Style 啦，咁或者咧，遲啲有可能又會拍下我細佬啦，唔好意思啊，係因為就拍冇電，咁但係叉子自己又好難拍片嘅。其實佢身邊應該係咪長啲咧？其實因為呢個地氈呢個圖案我整咗好多次嘅，咁而家佢可以起緊嚟咧。咁因為我避免咧遲啲會有即係火災，咁所以咧我就用 cobblestone 起。
咁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話我間屋核突啦？希望就唔會，希望就唔會啦，嚇！因為咧，其實我起嘢咧，即係我起嗰啲咩 LEGO 砌 LEGO 嗰啲咧，我就 OK 啦。咁但係唔明點解咧？我就整到好核突，唔知點解有呢啲思想。Love style， 我就唔知道我把声会唔会冚住个音乐啊？希望你听到嘅，系啊，咁样之后咧，个地下一样系跟翻 cobblestone， 因为我阿妈唔记得整，咁之后咧，呢一个可以要白色嘅木啦 ，OK。咁咧，嗰对门咧，我一阵间先会整嘅。咁或者我迟啲咧就会开一个，一个 world 咧系会同第二个人拍啦。希望你哋中意啦，就可以系，如果你哋真系好中意嘅话咧。而且你哋又是 boyfriend 的 fans 的话，你哋就可以在下面按个 like 或者留言你哋所讲的嘅嘢啦。咁我就可以拍多啲嘢，或者迟啲可能会拍 Happy Wheels 啦。但系拍咧可能会唔清楚，因为我会喺电脑拍嘅。哎呀，唔好意思。可能我拍片技術有啲差啦，咁所以希望大家唔好介意。我已經盡量做好我嘅唔準噶啦。咁咧，其實我建議大家咧，即係起屋嗰陣時咧，即係如果你唔驚嗰啲怪嘅話咧，即係嗰啲 creeper 嗰啲啦 ，enemy 嗰啲 zombie 嗰啲咧，你哋可以即係可以喺第二層度整個玻璃咯，即係喺第二層整個玻璃，咁樣就可以睇到佢哋咯，咁就唔會咁容易俾佢哋去到你間屋。同埋你哋又可以，即係可以打個玻璃咧，去殺佢哋咯，即係去引佢哋咯。咁其實我開當初玩嗰陣時咧，都即係唔習慣咯。OK， 咁我大概應該就呢度起個門。啊，我知道卡层很不错。I'm sorry。哎呀，好理解唔错。之后，系啦，就系中，我就系中意呢度 rap 咯。就系中意阿明乌同埋阿光明佢哋，就系因为咁嘅原因。咁part 2翻嚟咧，我谂咧即系应该间屋仔就会起好嘅，或者我可能会起第二啲嘢嘅。哎呀，咁或者我可能会将佢变成 surprise。
有可能咧。好啦，我从即系第一秒拍呢一段片嗰阵时候，我已经谂紧应唔应该拍《少女时代》嘅 Will 啦，咁我就谂住拍啦。咁系啦，我就会开一个 SNS 嘅 Will。咁咧，如果你哋睇完呢条片嘅话咧，你哋可以喺下面留言咧，你哋中意边一个，即系你哋喺。少女時代 Girls Generation 裏面你們喜歡邊一個，那呢我就會即是可能在個 World 裡打他的名字出來，即是用一些羊毛整他們的名字出來啦。那我就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個Boyfriend World 和一個SNSD World 啦，希望啦，是啦。咁其實我份人咧，我就最憎就係、是有人會背叛我，因為我曾經試過。好啦，咁我就嚟到呢度啦，拜拜。